橙子终于打齐了三针健康狗狗疫苗，一针狂犬疫苗，终于可以出门 social 了。场集，你有没有想吃？你想吃 bagel 吗？那我们买 bagel 好不好？这边还有。然而，狗生第一次被挂住在门上，橙子充分发挥了自己作为柴犬的性格优势，倔强，和绳子 battle。和门僵持，看起来委屈巴巴又不服输。然而被强迫带出门的橙子原形毕露，完全忘记了在家里是如何抗拒出门的，欺男霸女毫不痛快，还撩人家头发。杏林食堂是我想试很久的店，发现是宠物友好的那一刻，几乎立刻从床上跳起来。最可贵的是店员小哥哥还有给橙子准备了水和小凳子，牛排沙拉酒都是满分好评。橙子似乎有天然的魔力，坐在店里每遇到一个人都会夸赞他好像一只小狐狸，好可爱。别人摸摸他抱抱他，他也都没有什么反应，仿佛一只乖巧的洋娃娃，可以很轻易地俘获身边所有的人。